出现。那我要在这上面显示什么呢 ？Current point 冒号刮弧。那各位有没有发现这边有个什么呢？逗点前后都有到小数点的第几位呢？第一位，而且是浮点的。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里面的值哈、哦，要给它一个小数点第一位的话，那有很多方法。这边书上用的是叫 string format， string format 的方法，或者你可以用我前面也有教过的叫 decimal format 也可以做到了。啊，只是说呢，书上如果用 string format， 我们就用 string format 来看一下。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做？第一点，我们来看一下程式里面的话，就是刚刚我讲的，我们建立一个 SB， 就是 string builder 嘛，它是可以串接。那怎么串接呢？用 append 这个方法去串。反正自串就串串串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首先的话呢，就会出现什么呢 ？Current point 有没有冒号？那后面呢，我要到小数点的第一位的话，你可以用什么呢？这外面加一个 string， 这个 string 的类别，它有个方法叫 format。这个地方你就不要先放资料，你先放什么？放格式。这个是一个格式，格式里面的话，如果是百分比点一的话，点一 f 表示什么呢？我里面要放的数字，里面要放的是到小数点第一位 ，OK。那后面这个也是到小数点第一位，那再加一个百分比 n 的话，就是等同是什么呢？斜线 n， 就是换行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我后面呢串在后面之后，就会多一个换行，就不会连在一起的。OK， 那里面的资料在哪里呢？第一个资料，请你放在逗点的第一个，也就是它第一个哈、哦，我们可以透过 event 点。get x 的方法哦，取得第一个值，它就会把第一个值放在这里，第二个值呢就放在这里，哦，两个数字。那你会想说，哎，那 event 是什么呢？其实 event 就是当我 touch 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它会传进来一个什么呢？一个 motion event。所谓 motion event 就是我现在点下去会有个事件，那这个事件的话就是一个。